这条。 在打开是吗？这个灯保持等功能的按键。大家稍后我们出弯之后啊，就可以完全来用这个功能了。然后后车注意啊，我们出弯之后，出弯之后我们轻加速或减速就可以启动。就连你就把那个手放在方向盘两边，就别搭上去。其实真的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。手再大一点，手再往外松点，再往外松点，往外再往外，再往外，再往外，哎，就是这样。 注意啊，我们将在前方来体验城市拥堵系统，也就是跟停。这里呢，我们将会有3秒的停留。如果后车有超过3秒的，咱们可以轻踏油门踏板，或者来加减速来再次启动。头车逐渐在减速，大家就可以轻呼方向，不用去踩刹车。